今日是過冬了，過完冬就差不多過年了，差不多就過零個月就過年了。咁過冬呢，今年因為是疫情的關係，所以我哋唔可以喺現場啦，可以喺度一齊食飯。不過今日我哋好似早幾個月嘅中秋節一樣，我哋係準備咗呢個每一個人一個飯盒，咁樣大家同大家咧一齊度過。咁一陣間我哋就會分配呢個飯盒俾大家。雖然我哋嘅生活一路要度過，不過咧，我哋希望喺你哋嘅防範措施咧，大家冇放鬆，一定係要繼續戴口罩，一定咧去飲茶嘅時候咧，因為台冇坐太多人，大家冇咁接近，大家有一個距離，同埋要大家嘅個人衞生、個人嘅呢個健康咧，非常之要照顧。如果有唔舒服嘅話咧，就即刻去睇醫生。去到邊度都要戴啊，好唔好啊？所以今日咧，聖誕節冇咩送俾你哋啦。今日我送口罩俾你哋，最實際嘅，一人送一盒啊！陣間一盒有50隻嘅，今日我攞咗15000隻口罩嚟送俾大家，因為有三商家贊助，每一個人一盒。